在那之后慢慢办活动，原来排斥康复的劳逸家却对康复认同越来越大，忘记了自己要褪色的情绪，也渐渐忘记自己来自未来。就在某个活的二大业前一天，就是二大业了，这次大家都好努力哦。希望明天不要再被学长姐骂了，好可怕啊。就把我最爱的制服挂在这边吧。祝我们明天二大业顺利。早点睡好了，不然明天迟到就死定了。舒服。幸好别睡过头了。整理一下衣服好了。制服我昨天放在衣架了。这是清风吗？对啊，今天不是应该二大夜吗？好像是做梦吗？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喂，老一家，啊，你是要来未？啊？什么？啊，你是要来未？好，我现在过去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还是好好工作吧。喂，老一家，明天晚上高中同学会你要不要来？啊，不管了，你一定要来，地址我再发给你，拜拜。哎，等等。只有心情去什么同学会了？一颗心不同，不同的狂跳。不要了！哎，坐起。你不是为那个吗？这又是什么？等，注意一下你的言辞好不好啊？你之前不是都帮我讲话吗？你怎么跟他在？我知道了。我们没有怎样哦。心心背背啊！不要太超过好不好？动手哎！不要理他们了。动手啊！臭不要理他们。老一家带着朱杰西跑了出来，走在凌晨一点的文化路上，朱杰西也感受出了老一家的差别。老一家，你今天是怎样啊？平常讲最凶的不就是你吗？哪有啊？走啦！真的吗？真的，不要问那么多啦。哎呀。如果我跟你说时空穿越这种事，你会信吗？时空穿越，你是说像电影那样吗？当老一家把不可思议的经历告诉朱杰西后，他居然相信了。哎，这样写会不会太扯？如果是我，我会相信这种鬼事吗？等等，要十点了，算了，继续赶稿吧。哦，试了那么多种方法，感觉没有一个可行的啊。我知道了啦，说不定 C 会知道啦。骗谁啊！我去找
编帮忙好了。嘿、hey, ，Siri， 怎么了？你可以帮我搜寻一下穿越时空的方法吗？正在为您搜寻穿越时空，以下是你的搜寻结果。真的假的啊？阿春一点，位于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段25号。哎，这个地址怎么那么熟悉啊？地址啊，不管这些，走了走了，穿越了，来走。真的还假的啊？哦，终于到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这感觉不是什么正经的店呢。哎，我们要不要找别的地方 ？Hello， 有人吗？哎呀，怎么那么奇怪？哎，老一家有人，你们怎么在这边？是阿春啊！哦，我两个都是啊。奇怪，他们两个在说什么啊？不管了啦，那个阿兰还是阿春啊？不管啦，那个有没有什么穿越时空的方法？我也想回去。哦，你们要我帮你们穿越时空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啊，我跟你们讲，要树根三头的香蕉哈。啊，分别就是。5678，阿里山、玉山、合欢山、阳明山，哎呀，忘记了，拍谁拍谁哦！啊，你们找到这树根香蕉，来哦，这个蛋，把它吃掉啊！可是，一次就一个名额呢。哎，这样好了，去骗小孩了。啊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好，加油加油！遵循着阿兰的指示，两人先后跑到了阳明山。找到了在阳明山上的蓝蕉啊，蓝色的香蕉，还有在玉山上大一号的香蕉，好像太长，大蓝蕉，哎、欸，好像不对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以及他们在合欢山上找到了唯一根在树上的蓝色香蕉，树蓝蕉，哎哎哎哎，抢、欸、哎、欸欸，给我拿，哎哎哎哎。欸欸欸哎，碎啦！哦，终于，我们就只差阿里山那个了。哇，我好累啊，我好渴。哎呦，你买茶啦！哎哎，那里好像有村庄哎。解析。哇，一家罗培兹。敢攻击我的村庄吗？我是说那里有村庄。哎，这样啊！哎、哦吼吼！哦，又老一家。哎、有人！哎，请问你们有看到一个香蕉吗？无吗？老一家，你这样跑这种不认识的人，很危险。哎哎，阿贝阿贝，不要乱动！阿贝阿贝阿贝！闭嘴，闭嘴！你们真的很烂。我在这里等那么久，你们扛那么久来，那个废物到底要干嘛？哎呦，老大，生气了，我们先处理他们两个吧。你们滚了！到底干嘛？老大又怎么？哎，是处理他后面那两个。是。哎，等一下。这个拿着，防身用。好。哎、欸，啊，你们两个在这干嘛？还不赶快去？来干嘛？哎、欸，瑞希，你帮我啊！应该有什么钥匙之类的东西吧？没有啦。哎呀，怎么可能？一定有方法可以出去啊！没有啦，不用。哎呀，你试看看嘛！哎呀，你别再吵了。哎，是你说我村庄的，现在在凶我是怎样啊？哎，刚刚不是你这样跑过去，我会被抓起来吗？在干嘛？安静一点啊！他们会讲话。安静一点啊！搞什么东西啊？好。啊，你怎么都不讲话啊？总看你不要碰他了。你搞什么东西啊？他太有活力了，不然就待
好会吃人呢、欸。好的好，好的好，好的好。哎，这么吵，还不如同男人先杀好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不要吃我吗？不要碰我啦！手机，手机，干嘛？哎，给我安分一点啊！